我猜应该可能近半那边他们有一些所谓的备案的安排啦，但其实从一刚开始我们已经宣传很久，就是说在1月13号的开票之夜那一天，我们预计就是回到新庄的靖总那里。其实很多很多支持者基本上都已经这个心中的都已经想好要冲去靖总了，所以我刚才想说，1月13号还有其他场地的备案，我觉得可能近半那边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规划，但基本上的话，可能看最后他们怎么决定，但我觉得在新庄的靖总那边，或许几率应该是高的。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其实本来我们在说这个在1月12号那一天，我们的路权还有本来还有包含在这个北门的前面的这个博爱路，其实本来是我们的一个选择之一。那当然因为昨天就是有一些蓝绿的相关的一些人士好像就有一些声音嘛，觉得说啊，你确定你们在开道真的可以吗？说老实话，我觉得对我们自己而言的确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因为这真的是我们的第一次，就是我们第一次参与总统的选举，然后又真的要在凯道那边如果把人塞满的话，这真的是完全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跟任务。但因为昨天就是的确在比较晚间一点的时候，近半那边就决定说好，那我们就拼一次，义无反顾拼一次，就真的说那我们要办在凯道这样。其实我们的支持者是非常的嗨的，也就是说因为当时第一时间就已经公告说我们是的确有抽到就有抢到这个路权的，其实本来那个时候支持者就已经非常开心了，所以他们就一直非常的期盼说那我们就拼一次嘛，我们就办在凯道看看嘛。那当然以最近我们自己开始办一些这种户外开讲，甚至是没有柯P出现的场合，其实有时候现场大概2-3千人以上都是没有问题，他们全部都自发性自己来的。那你说游览车的确不是我们平常这个会使用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的支持者其实本来就没有那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他们都喜欢自己去嘛。那所以变成说我们现在也在考量，那是不是到时候可能比方说有地方党部或是可能在地方上的一些这个议员啊立委名代他们等等的，是不是有机会可以鼓励大家用这种共乘的方式或是其他的方式，就一次大家多一点人可以塞一台车然后一起北上之类。我觉得这可能是接下来我们在地方上的时候他们可以去多思考一些这样子的部分。那当然我们在前一个周末，因为刚刚三哥有提到，其实前一个周末也非常的关键啊。那我们也会一样办在台中跟高雄这边，我们都会有一些相关举办。那在刚刚有提到这个吴欣盈委员说，因为他回国了嘛，大家说他会不会对那个支持度会有影响或什么的？其实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在这个我们的士林的户外开讲的时候，吴欣盈委员他整个超圈粉的，我说的圈粉是对我们的支持者而言，他们就看到说，吴欣盈委员他几乎全程都用台语在讲，但是他中间有点穿插国语，偶尔冒出英语，他有时候因为他三声道会切换嘛。那昨天他几乎都是用台语在致辞，后来到了后面的 Q&A 的时间的时候，有年轻人在问说他对 AI 产业的一个看法，结果他回答就是真的很细，然后很专业，所以我那时候看聊天室，就大家就一直刷说，天哪，也太专业了吧！就他们整个说就是超被圈粉，所以我觉得。或许他现在回来之后，他也开始在跑我们地方上面的一些行程。我觉得有机会透过他的一些个人的魅力，可以吸引到更多年轻族